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。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3:40。加权指数今天又是开高走低，早盘涨58点，打下来跌34点，收盘涨9点，已经连续三天了哦。连续三天就是开高走低，开高走低，开高走低。这个在做什么？看得懂吗？这在做什么？在反复打底啦。啊，这样反复打底，你看开高杀下来之后，照理讲就是弱势嘛，对不对？那弱势隔天又开高，然后又被杀下来，紧接着他又能够开高，每次的杀低，隔天他都能够继续开高，所以可见的这是一个反复打底的一个行情，不然开高杀低，隔天就应该杀下去了。如果弱势的话，开高杀低，隔天就应该杀下去了。目前正好在5年线的位置，指标也在低档区，所以这是反复打底的一个行情。指数虽然变化不大，啊，指数虽然变化不大，可是个股此起彼落，强的很强，弱的很弱，完全都是个股。因为目前正好在发布财报，财报有好成绩的，自然他们就能够脱颖而出，成交量1000亿不多，观望的还是比较高。你看发布财报的。华邦电大涨，带动旺宏跟南亚科，这个太离谱了，这个太委屈了，这个等一下我再来谈哦。那2308台达电也是发布财报啊，尾盘大起。今天发布财报几家公司其实都还不错啊，都还不错。你看今天包含发布的几家，对，亚太也是拉到快涨停。穆德也是拉涨停，那有些业绩烂的，那当然就没话说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跟大家讲过，如果还太贵、高档啊，甚至于亏损的，你看康友已经归给停办了。我在跟非凡连线的时候，就在这一天呢、啊，最高点这一天，我在跟非凡连线的时候，在这一天我说，忘记了股票唔好崩，啊，人为因素炒上去的，随时都会下来。讲完之后，已经第八期停板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已经7期跌停板了，啊，已经7期跌停板了。对，今天弱势的股票还包含美绿，啊，财报发布，碳细空赚4块钱，碳细空高给100几块，太贵啦，啊，还是偏高啦，啊，啊，所以像这种业绩不好的，自然而然。股价往下修正是正常的嘛？三倍得买西呀，赚10块，高给300几块，哦，最近也是开始一路修正，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，涨高的我就不要，去上管呢，啊，卖去堆，有很多底部的股票，一档一档慢慢来，没关系。你看我之前放空的个股，全部拢崩盘。对，之前空阳明光还记得未？我105空诶，105空阳明光，那今晚从哪追？剩50几块而已。位数我70块钱空的，现在剩多少？20几块钱而已啊！所以专门空笼业绩很烂的，我最喜欢空笼业绩很烂的，股价炒到太离谱的。那因为没有基本面当靠山，那个一跌起来啊，就会很夸张。你看新巨科也是啊。也是业绩很烂的，我在60几块钱空的，但这个都补掉了哈。汉磊，我在40空的，起码存15块，想都想不到吧？这很正常，你没有基本面，怎么上就会怎么回啊？怎么上就会怎么下？你看当时空的，淳安也是啊，什么70跌到剩30而已。对，汇赚科88块空呢。现在40几块，赶快太贵，啊，还是太贵。对，宣德，啊，54、55空诶，现在剩偌济？剩3几块尔。对，富鼎55块钱空的，现在剩27块，都腰斩了，啊，都腰斩了。精彩66空的，现在剩多少？剩31，买去50%。挡挡当时空的股票全部都崩跌，这不都开始了啊？这个要注意啊，这个都被开去年啊，对，新通那时候34块钱
空的，三四块空的，现在剩多少？剩十五块而已。对，专门空这种业绩很烂的。但现在很多个股跌升之后，我不建议再去追空。你看松钢，六十六空的，是讲二十二波音最厉害的吼，剩十四块。但现在很多股票跌升之后，不要再去空了，买底部绩优股，啊，买底部的绩优股。今天业绩好的大涨股票也很多啊，啊，今天业绩好的，你看6488，我们昨天买205涨停，今天压回来我们又买215，我们今天买215，最低214都买得到，223，下午法说会真的就利多啊。2049上影也是压回来通知185186买进，拉高，法说会发布出来果然就是利多。2408南亚科，我们今天也是通知47、48都买，上关机压49块，这开始要再来讲，等一下再来讲。昨天行情美国股市的部分可能吓到很多人哦，你看美国昨天早盘大涨300多点，看起300几点，以为这个盘已经稳下来了，拢起300几点，开盘就300几点嘛，对，有够强的啊！哪晓得从300点可以变成大跌500多点，一来一回900点呢、啊？那大跌500多点，剩下几分钟时间内又可以急拉300多点上来，那收盘剩下跌0.9%，0.9%就没有很多哈，0.9%就没有很多，可是当天的幅度。900多点，加西郎哦，这个就在拔河了，空头拔过去，多头拉回来，然后又来又去。所以我跟大家讲过，美国股市目前就是在多空对决，因为多空对决才会有这样来回厮杀的情况。那多空对决目前指标在很低的地方，你说指标在高档就容易做头，指标在高档就容易做头，指标在底部，就像之前，指标在底部，你看，指标在底部。啊，都容易做低点，容易做底，所以这来回拔河之后，只要重新回到年线之上，那么全球股市就渴望回温。今天亚洲股市没有受到美国的影响，你看澳洲大涨，南韩大涨，日本大涨，香港虽然跌哈，大陆是大涨的啊，大陆是大涨的，所以台北股市今天相较其他亚洲股市来看，我们是比较没阿公。较无志气啦，啊，人拢起个一趴吼，咱干那起高点尔。可是个股强弱，哦，是不同的状况。我跟大家讲过，这里是囤积绩优股的好时候，这里是囤积绩优股的好时候，大家只要卖过欧北台啊，你也真正要做空，你真正要看卖，六个就要看卖啊，唔是各家来跟你看卖，各家来看卖都袂赴啊。你看 OTC。OTC 早就已经跌翻了，对不对 ？OTC 从六月到现在已经跌翻了，所以个股其实从六月就开始跌了。哪个月都要开始对它做空呢？看起来怎么做空呢？到这里应该是要买底部的绩优股的。懂人界收窄，我知道很多人没信心，也正常啦。可是你没信心，你要看到几个讯号啊？五年线。融资已经见底了啊！融资见底就是多头见底，就是空头见底，多头要再起的讯号。11天的循环现在已经 double 了，大波段25天的循环时间也到了。更重要的，开始进入选前一个月了。我讲选举前一个月，恁听无啦？我也在咧讲话了，选前一个月必涨。你不来听讲，我不要多。我直接告诉你，选前一个月必涨，选前两个月走高杀低，完全在公式里面，完全在这套公式里面。首部曲现在进入二部曲，二部曲必涨啊，二部曲必涨，所以跟老板的对啊。买底部，不是我买买哦，买底部的绩优股啊，买底部的绩优股。你看，当你在不敢买的时候，你看外资之前在11000的时候，把台指期进多单对三万归靠，很快速的降到6000口，哎，果然盘崩下去了。可盘崩下去之后，外资从10月11号开始
一直加码，一直买台子期的多单，又来到四万口了。你看他从9900开始一直加码，一直加码，一直加码，从9900加码到9400，结果把店的空间来对外资没有因为大盘跌而改为做空，他反正是一直越买越多，越买越多，净多单部位已经超过11000点当时的部位了。当时11000点是36000口，现在9400，哎，差多少？差1500点哦，他多单反而更多了。所以外资一直在买净多单的时候，就明显告诉你，他一直开始在布多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开始一直在布多了嘛。所以大盘这里随时多头会反攻，多头这里10年线啊、哦、5年线守住，随时会反攻啊，随时会反攻。你要赶快跟我一样囤积绩优股啊，囤积绩优股，买那种跌越深的、业绩越好的。我们来看今天的几只重要股票哈，华邦电今天大涨，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了，30块落到剩12块，随便买啦，随便买。华邦电今年的获利是18年来最好，第三季0.7，18年来单季最好，前三季1.65。也是18年来最好，今年至少2.2块，也是18年来上好。哎，获利18年来最好，今年股价是一路走低的，今年根本没有涨到，一路走低。获利18年最好，股价竟然是一路走低，从30跌到12，每股净值还有16块。18年来上赚钱的一年，股价竟然连账上的价值都无。账上一个16块，所以说这个股票吼，目睭快快乌白买啦，你也免惊伊落啊倒位去啦，赚侪赚少你一定赚钱啦。哎，有50%无，我唔敢讲，可以起码登来净值，哎，登啊净值嘛，4块钱呢，4块钱嘛30%一定有嘛，对吧？那你还担心什么东西呢？对不对？今天开始动啦，但这个股票吼。南亚科华邦电一涨，南亚科跟着上来。那其实南亚科条件比他好，南亚科今年一股14块，今年一股赚14块，对，前三季就已经超过10块钱了。哎，今年赚14块，高给下个村5年线，这5年线47，这把修理破了。华邦电北比5倍，是8年最赚钱的时候。本比较活泼呢，南亚科有史以来最赚钱的时候，本比较3倍，离谱啊！你看目前所有今年 EPS 10块钱以上的，都在百元俱乐部，只要是赚10块以上的，拢是百元俱乐部。那迄个剩40几块的股票，伤离谱，这也敢买稳赚的啦，大家敢买稳赚的啦。我们今天叫会员4648都买，下期48都买，这个股票今天买下来都买，对，你看2439美绿，美绿前三季买在四角，买在碳四块，好了，全年让它赚8块好不好？碳8块就买在83，南亚哥今年赚14块，现在到40几块，连50块都没。我跟你讲，南亚科只要50块钱上去，价格在 Cookie 就开始叮当了啦。我当和你 Q 小哥吼，无话顾了。我觉得这支其实也不错啦，旺宏，50几块下个村，16块，那今年一个赚4块钱呢，今年一个赚4块钱呢，前三季都已经赚3块5啊。前三季就能赚3块多了，一年赚4块，股价跌到剩下15块，外资一直在砍，我是看不懂外资在砍什么东西。我来用假利亚加买吼，5年线、10年线拢叠加，假利亚加买吼，无啥通风险的啦，赔你也赔不到哪里去啦，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啦。但我们还是优先
我还是优先以南亚科为主，因为它的条件更好，毛利率58%，比台积电更好，台积电才47%，华邦电毛利率58%。好，今天下午上银法说会，我一直跟大家讲这支股票。对，我前两天说，十年线如果没有炸弹包裹事件，没这个十年线的价值，那100块都是最好起的时候。我们今天也是继续叫加码，今天是继续叫加码，买上银 VIP 的啦，又不是500多买，对不对？嘛咪400买嘛，嘛咪300买嘛，阮248买，265买，落来够扣的嘛，大家扣你惊伊哦？你知道今天上银发布的财报，第三季的营收，第三季营收83.5亿，比第二季成长7.3%，现在3%是不多哈、哦，可是比去年第三季的56亿成长48.8%，毛利率40.74亿，好，毛利率40.7%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上银第二季毛利率41.3%，第二季的毛利率40.7%，毛利率稍微降了一点点，比去年36%还要来得好，净利率21.45%，啊，净利率21.45%，虽然说比第二季稍微掉了一些，可是比去年17%来得好。那可是本期净利，本期净利16.6亿，那净利率19.8%，净利率比第二季好，啊，净利率比第二季好。虽然说有一些有7000万的汇兑损失，可是实际的净利还是比第二季好，那更比去年第二季好，第三季好。EPS 5.94，创下单季的历史新高。EPS 5.94创下单季的历史新高，前三季的 EPS 15.59，去年前三季才6.56，今年前三季已经15.59，所以今年青菜都有20块，随便都有20块，股利9.7，今年20块，获利翻一倍，股价540跌到剩下180，你不敢买，你要买什么？囤积旧股就是买这种股票，不会开盾，啊，不会开盾。我前两天一直比喻这个给大家看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八年来，这八年来，价点大概都是170、180。你不要想说一定要买最低啦，差不多的吼，170、180。你看他当时100年、101年的时候，当时100年、101年 EPS 7.0。赚7块回来170、180收掉的，一转墙就是400，所以你看也估计就是170、180的价点，管点400、500。对，这一年比较差，105年 EPS 比较差，刚才赚4块尔，赚4.8块，可是低点都一直在150左右。对，那去年是9.7，哎，今年是20哎。赚20块，股价回来这底部你唔敢买，对，赚7、8块都来了，现在20哎，你还不敢买？好话说尽了啦哈，都看你敢走唔敢走呢。好，昨天6488环球金，环球金我们昨天205买，当天涨停，今天压下来我们通知215再买，今天收盘223。最低点214，环球金今天下午的财报，第三季的营收151亿，150亿比第二季增加5%，比去年增加26%。毛利率的部分，毛利率59%，环球金的毛利率哦39%，毛利59亿。毛利率39%，再创新高，第二季是37%，去年是只有26%而已。净利率31.2，第二季只有28%，第三季31.2，拉更高，去年
啊，去年更低，去年只有 17% 而已。那税后净利 EPS 8.3 啊，贝壳沙也是创历史新高，前三季 22.6 前三季 22.6 去年全年才12块而已，今年前三季已经 22.6 已经冰一杯了，今年我估计的30块钱应该是 OK 的，赚30块钱业绩翻两番，股价640跌到180、跌到200块的十年线，你不敢买就不会上。有时候不是行情，不是怕，股神巴菲特跟我们讲，你要把股票投资当成什么？当成在做生意嘛。这家公司值不值得投资，未来远景怎么样，远景很好，股价很便宜，而且已经跌到这么深了，600落到剩200，俗啊，你做生意的角度你为什么不敢买？股票投资不是在大叫啊，你当你把它做当成做生意来看的时候，遍地是黄金啊。公司现在已经讲了，明天开始实施库藏股，库藏股的范围250元到300元，现在才223块而已，他竟然喊库藏股250以上，那明天会不会直接开涨停？明天开涨停都还不到250，但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开涨停了。可是今天这份财报也是很漂亮的，今天大家最关心的应该还是被动元件，今天被动元件又是杀盘，又是惨不忍睹的杀盘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大家都在玩当冲啊，大家都在玩当冲，当冲的结果就是这样。有一个研究机构啊，有一个法人研究机构，他们原本有，他各产业都有研究部门，那原本被动元件研究部门现在已经裁撤掉了。为什么裁撤掉？因为研究没意义啊，研究基本面，结果股价跟基本面根本完全没关系。照理讲，股价跟基本面应该是有相对性的、同步性的，对不对？被动元件现在已经是基本面不好啊，为什么不好？成交量每天75%、80%都是在玩当冲，所有当冲的人全部都在被动元件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就变成会助跌、会助涨，好的时候它会飙得不得了。不好的时候完全没有基本面的东西，所以那个单位他就直接把被动元件不用看了，不用研究了，因为研究没有用，股价跟基本面完全没关系，只是一堆人在里面抢当冲，穷啊穷去，穷啊穷去。所以一直讲，我说我不支持当冲，原因就是这里，你做跟他对根本赚钱。你看最近被动元件都是买进认赔，买进认赔，买进认赔，这种一直买买进，一直在认赔，你有多少钱糖掉了，对，你何苦呢？价格跌那么深，未来做波段啊，你就好哎，就大家砍来砍去，砍来砍去，一直买进认赔，一直买进认赔，每一个卖单都是之前的买单，那大家剁大家呀，剁手指、剁手、剁脚，这么一直剁，没意义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眼光看远一点啊，眼光看远，但等到大盘开始稳定回来的时候，这些当冲比例高的股票它跑起来当然也是会很快啊。可是我觉得行情顺顺的走的后，行情温温的走的后啊，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，一定要玩当冲。被动元件其实都很低的啦啊，这个价格其实都是超便宜的，北比都只有3倍4倍而已。现在就是什么时候大盘开始攻击，被动元件就开始回来，所以现在被动元件只有跟大盘同步而已，不用看基本面。大盘什么时候开始攻击，就是被动元件什么时候开始回来的时候，我将会继续为大家做追踪报告。这里还是那句话，赶快囤积绩优股，随时多头都会动。最后我给大家看这个东西，因为我知道大家目前信心还很脆弱，你信心很脆弱，我给你看重要的东西，希望能够把你的信心给挽救。每年十月到二月都是多头，我近期的熊猴是弄得特别大，去年的时候我也先来讲，每年十月本来十月就是落底的月份，每年十月都是最低点，之后都会开始展开多头，所以目前十月份杀下来落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每年十月见底，十月以后都会开始有一波
大涨的行情，年度的多头都是从十月开始，所以目前就在最低点，目前就是让你捡便宜货最好时机，好，所以赶快跟着我一起来囤积绩优股。我们的副专线02-2392-3988，02-2392-3988，加油！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